我哋梁书记1885年开始嘅业务啦，喺广州，喺香港已经超过50年，半个世纪嘅。普通的蔬果汁咧，自动山，咁啊唔使买佢嘅，买咗3蚊呢个仔得啦。旧年暑假有个妈咪嚟买把蔬果汁，佢系买俾个仔嘅，佢个仔咧英国读书，打翻翻嚟咧叫佢妈咪买，佢话佢个同学叫佢买嘅，佢话香港有间好出名嘅，即系点解你哋唔试下？呢个同学咧系西人。我在加拿大的時候，很多朋友知道我是跟他就是街坊，那他會是托我是買些蔗過去，好像戴手信那拎回去咯。經過這麼多年的風風雨雨，但是始終香港都是硬淨，我都是喜歡香港，堅持每一把蔗都是永遠保用的，百多年都是這樣的，好像香港人一樣那麼硬淨。